女儿骂人气氛尴尬，夫妻态度截然不同。要出去吃饭吗？他说好，但是他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不要带老四去。要出门的时候，我也要去，我一定要去啊！还是把老四带去。这时候老二就不爽，跟你们讲的人都没有听我的，我讲的你没有听吗？有听吗？你们都去死吧！他妈妈讲说，你这样讲对吗？我就说可以吃完再去吗？我就不来了。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